有依教王阳明之称的赖云国，上月被爆同钟欣桐已经签署了分居协议书，他随即违反了同阿娇签订的保密协议，发表了千字文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建立一个深情人设。有别于阿娇连日以来的沉默，他就一直活跃在 IG， 不停铺健身的相，似乎对自己的身材十分满意啊。这日他又在 IG 铺了6年前的旧相，塑造一身腹肌，又说自己已经吃了2个月的健康餐，希望可以超越6年前的自己啊。有传他现在追紧性感 model 陈怡安，难道这么努力健身就是为了准备新恋情？